引力波的出现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今天的一个视频在微信朋友圈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5年前，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节目来了一个网络红人诺贝尔哥，在节目中曾经提到引力波，但却遭到了主持人以及方舟子和 BOSS 团一边倒的嘲讽。我们暂且不说诺贝尔哥所阐述的观点的对与错，单从现场各位大佬的表现来说，就让我们对这帮人鄙视至极。诺贝尔哥准备的相当充分，各种图纸，各种公式，但是他刚开口说话就不断的被主持人以及方舟子打断，诺贝尔哥只能在一片嘈杂声中断断续续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难道只是因为他是初中文凭，就让这些所谓的专家级人物对他嗤之以鼻吗？这段节目整个看下来，除了让人气愤，还是让人愤怒。首先是主持人张绍刚的表现，连一个业余级主持人都不如。郭师傅刚上台，可能是由于紧张口误，把21世纪说成20世纪。张绍刚赶紧上来多次纠正，以此来证明自己学识渊博，有这个必要吗？郭师傅刚开始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再来看张绍刚的眼神，这个鄙夷的眼神很让人作呕。作为一个主持人，用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的眼神来审视一个嘉宾，你不觉得羞愧吗？方舟子反驳完嘉宾的观点之后，这个时候郭师傅上台也就2分钟时间，张绍刚就极其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说，稍微表态吧。请问你听懂什么了就让人家表态？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还谈什么做节目？郭师傅一直极力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却一直没办法在方舟子滔滔不绝的鄙视的言语中插上一句完整的话。这时候张绍刚再次接过话茬，我再给你1分钟时间阐述。我勒个去，这么复杂的问题你让人家用1分钟时间去阐述，你是在开宇宙级玩笑吗？一位 CEO 想知道郭师傅怎么才能让他变成千年王八万年龟，郭师傅怕他听不懂，只好再拿出一张图来让他看图说话。这时候张绍刚又不耐烦了，大哥你怎么又拿上了一张图？请问张老师，你请嘉宾上台来干什么呢？难道就是请了一个初中文凭的人让你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嘲笑吗？最让人讨厌的就是方舟子，从头到尾没听懂嘉宾在讲什么，就在那嘚嘚的批判嘉宾异想天开。如果没有异想天开，怎么会有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如果没有异想天开，怎么会有今天的各种高科技？作为一个科普作家，居然用这种不严谨的态度去对待一项发明创造，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我不知道前面那个发明是什么，你感觉这个不靠谱，只能说明你无知愚昧。郭师傅在现场，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下，实在是无力反驳任何一个人的观点。现在我只想替郭师傅来反驳一下这帮人。未来的车，各种车辆都可以不用车轮，不用车轮了，漂浮。哎，对。绍刚老师，磁悬浮列车都已经投入运行了，你不知道吗？我这有点大。董浩叔叔，咱这不是少儿节目，大点没关系。我刚看了他的介绍说是初中学历，有时觉得他可能连初中都没学好。如果连初中都没学好，能讲出这么一大堆连你这个科普作家都听不懂的理论吗？数学表达式，方燕能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意思吗？我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你就给我闭嘴。相对论力啊，量子力学是吧？相对论性量子力学，相对论性，哦，那是你自己发明的。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介绍我的发明的，剽窃是可耻的。我们这个庙太小。不是庙太小，是你懂得太少。如果他的发现能够成立的话，我们的物理都不用学。物理不用学？你这是在误导祖国下一代。你刚才我说没用，因为大家都听不懂。你听不懂就对了。这个一下就超越到这个，到未来估计200-300年后就不用200-300年后，5年之后，人家美国就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就是被你们这帮无知的人给扼杀的。我还是那句话，老话，救人要紧，救人要紧，悬崖勒马。董浩叔叔，你这不是救人，你这是对科学的灾难性的毁灭。新年快乐！最后只想说一句，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去扼杀别人的才华。